如果明天前陨石降临，明知逃不掉注定丧生，世界破陷，天空灰暗，我最期望谁来慰问？爸爸妈妈朋友或爱人，耶稣佛祖神有没有份？我过去总未及操控关注至亲，求神护荫为了开心。十世纪末日未接近时出生，繁华盛世怎么竟不会抗拒被吻，从不愿意细致地对待人，为何又要父母操心？二十世纪越大越怕爱情牺牲，祈求被爱，偏偏竟封闭对镜自困，从不习惯去勇敢爱别人，谁人又会一起看你真？仲有一句，仲有一句，仲有一句，有冇识唱？我后边有歌词，跟齐唱好唔好？从不习惯去勇敢爱别人，谁人又会一起看地震？多谢你哋啊！